标准台湾人五六千，下面的节目台湾漫谈，如果各位要详细，请看 A P 新闻。请收看台湾漫谈五六千广播，传奇人物廖天丁。各位好，大家好，我手中这份是执行法院呐，执行法院向税捐稽征处啊，讲这个借物人的未办保存建物登记的财产，未使变更纳税义务人。这件代志发生伫一百年的时阵呢，当时咧，法院讲，你这个借款人申请借物人这个强制执行的案件呢，发现讲，已经嘱托去地政事务所，叫伊办理这个查封登记，房屋的查封登记，这是无登记的哦。含最近大家讲，含这话啊旧厝，含无登记，含这伊啊当作违章。你爱看什么年代啦？如果啦，如果伫原始的厝，含你啊做修建，修建是增加价值，伊是上加是讲啊，我这個房屋税的评定限制本来十万，啊我即摆有增加，有增加，你去补报，啊这是。最大的观念，含未来都似是而非，因为这摆房屋评定限值十万块以下就免扣，免扣房屋税。啊，至于地价税咧，地价税真侪人会讲，啊，这土地都唔是伊个，啊，你要叫伊扣地价税嘛唔对。啊，所以你注意看，未来先做国有财产，地价税是政府缴。啊，你注意看迄 BOT， 啊，到底地价税谁缴？大家脑力激荡一下，啊，这个是讲你爱就事论事，卖得割倒菜刀，啊，这是最基本的观念。所以你啊新增的违建，当然就是随报随拆嘛。你像我啊农牧用地去提工厂，啊，这就是反拆嘛，反拆，啊，伊违反农牧用地的规则，伊是爱反。区域计划法啊，是都市计划法的法则，你违规使用，啊，简单的道理，啊，咱欢喜是讲，含这个啊，自办四地传话，是毋是会使提供青年人的住宅，是社会福利设施，咱业者为啊，这么进行自办四地传话，啊，当然嘞，我也讲。啊！你的保护区是按照法度变个非保护区，土地重划就是要规划这个地尽其力哦，所以人尽其才哦，地尽其力，货畅其流，是不是呢？啊，我常来讲天道酬勤，是不是？天道酬勤嘛，啊，商道酬信啊，所以我常来强调讲诚信的原理就是安尼。不诚不信的，我迄之前含我一个朋友咧讲，讲你啊专业吼，嘛爱有爱样做人，啊你专业搁自傲啊，我想多都不好，啊那就是无法做天时地利人和。当然这毋是咧讲相怨啦，我常来讲台湾是民主、自由、法治、人权的国家，这嘛叫做中华民国。大家来爱珍惜的原因也伫遮，因为我有讲过嘛，咱即摆伫台湾是台湾金门马祖哦，澎湖金门马祖，啊，这是咱的领域，和咱的土地同款，咱土地有合并，有分割，啊，你什么时阵要合并，什么要分割，是共有人的一致的同意，啊，这个观念的讲给大家参考啦，因为我今日拄到变更纳税义务人。因为遐话借物人哦，他会隐匿财产，啊，隐匿财产就爱经过咱司法的调查。你先怎隐匿？啊，先怎？你看咱写遗产分配协议书，你也否认讲你小弟行为，
的法律行为，甚至阿公因小弟伪造文书，这都不好啦，不好。我等下讲不好，就是说，要自由意志下，很多大家，理清，理清，把事情圆满解决，这是我等下要劝大家，有法度好解，有法度调解，当然尽量行这个部分。再度感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今日讲这个是因为债务人，未办保存登记，未办保存登记不一定是违建啦。你也是建筑法规之前，你像阮租厝嘛是用红古厝啊，伊嘛有房屋设备平面限制啊，还是安怎这边我也讲伊无房屋平面限制，安那这资料走去倒？你房屋平面限制啊是的，迄个房屋不申报。这是永久资料，不是说啊保存十五年，你啊税单是保存十五年啊，这五年都会使出小条嘛。所以你这块合客期间，你啊超过七年啊，就没办法课到税。哦，这个我是讲行为史哈、哦、啊，如果你是啊房屋税地价一直延续，我一个朋友因较早一个地价税，伊啊堆五年啊。因为伊本来是没有办共同共有嘛，伊这继承，七八十个人继承，我伫两年前好不容易啊办成了，伊即嘛，迄个纳税义务人，伊啊你选其中一个共同共有人就会使，所以你啊税单纳税义务人不一定是所有权人。谢谢大家，感谢，谢谢，啊，这是讲给大家加减参考，谢谢大家。好朋友，大家好。这是板桥地震。咱申请停本有第一类成本和第二类成本。法院主托说不是预知说要申请成本，所以我要去申请的时阵，就是说原告因都市计划事件遵照纪念意识补存，这个370(2)所有权人之土地与建号成本。反正去申请的时阵，就有分像这种的第二类成本，第一类成本是有家住身份证资料都有全部名称，第二类成本是气头气尾，第三类成本是没有身份证资料。我伫咱的说明栏里面会说什么叫第一类成本，什么叫第二类成本，什么叫第三类成本。什么叫利害关系人？什么叫做法院主托，还是讲要申请，是不是要一定要法院公文？这还是用咱原告的整座，还是法院的通知就可以申请？我们脑力激荡一下，咱 AAP 亚东新闻政监国会都会欢迎咱十一自行议论所发生的法律行为，大家会使加减参考，谢谢。明火难定呀，高滚定呐，明火难定，高滚定呐，所以话来讲，做人比专业较重要，讲专业和做人，拢并重，所以不管是做事业也好，做政治人物也好，袂使人格破产，这是。一挂好朋友开讲的时阵，拢会我开始，我开始，我会继续学习，因为咱在人生的道路咧，福到老，学到老，当然咧，有一挂该进修是专业，咱拢会继续努力，再度感谢大家，谢谢。Thank you.
是这要讲无要紧，咱的节目都也到了，所以各位的收看收听，六天感恩万千，恭祝健康快乐，万事如。各位朋友大家好，咱 AAP 啊，东新闻台湾之声不动产资讯互联网 ，AAP 啊，东新闻十一字形娱乐互联网，AAP 啊，东新闻台湾万达十一字形娱乐互联网。是出席还是买卖？咱的一一做报道，感谢大家。谢。出售业务找亚东，专业服务洽郑小姐，电话0958672188，0958672188。庶民平民权贵贵族生活杂志，十一住行娱乐，市农工商农林渔牧系列报道 ，AAP 亚东新闻传媒群制作。咱每一个人十一字形娱乐拢爱过，为什么？